受打击了，今天我必须扬眉吐气一把。哎，你是来看房子的？嗯，对，看房子。哎，你还有别人，还有别的销售吗？先生，您有认识的销售吗？不是，你长得太好看了，我怕一会儿我不好意思不买。先生，他们在楼上开会呢。啊。接待您呢。啊，行行行行。为您介绍。那我看完不买，你不会说？嗯。啊。那肯定不会啊，先生。啊，那行。去看一看嘛。好好好。是不是？买不买再说，根据自己的意向喜欢。好好好。嗯，先生，那我给您介绍一下吧，这咱。介绍一下吧。很大项目，像有现房的都是那些已经标上的。啊。嗯，看一下您喜欢的楼层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美女啊。我刚才受挫了，受挫了。对，朋友给介绍另一个朋友，说了解了解，看能不能处个对象。啊，相亲是吧？对，就问我有没有车，我说有。问我有没有房，我说没有。转身他就走了。啊，这么贵？所以说我对我的菜都上来了，一桌子菜在那摆着呢，他一口没吃他就走了。真是因为你对啊，没有房子吗？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吧，那个我觉得我要不买套房子。我可能我对象都说不上，他为什么不问我有没有钱呢？我有钱呢。行了，那你要是一直也没有买房子的打算的话，也不必要因为他。哎呀，对，我就觉得吧，我平时租租房子，嗯、然后喜欢哪个位置，我就在哪住几个月，我还挺自在的。哎、这不是哎，不，你给我找吧，美女，看看好点的，有面子的，以后我就别让人半路走了，我整得我脸臭人。别墅就是多少钱呢？别墅，那我们家六层的别墅才300万。六层的别墅？对呀、啊。300万。对。还带回来。给我找个地方坐着，坐会儿吧。我就知道你家消费了啊，这可以，没问题。嗯。那我们现在就坐一下。啊。坐。六层的别墅啊，我坐这儿了啊。嗯，行。然后你先在这坐一下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啊，你也要走啊？嗯。你别走，快快，你坐着。这怎么去见谁都走呢？我都受打击了，你快快坐着吧。啊，你说我去，你倒杯水。不用倒水了，美女，不六层别墅300多万吗？对，300万。300万。对。那你看看美女啊，嗯，房子我现在是不是也有了？我今天就买。对。车我也有。嗯。嗯，这些都有了，那你跟我走呗。我跟你走什么呀？就是你看我那一桌子饭一口没动呢，咱俩把这相亲给续上了。